随着企业对在线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云服务器已经成为了许多组织的理想选择。云服务器结合了云计算的灵活性和传统服务器的强大性能，为您的业务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优势。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云服务器的主要优点，以及如何选择合适的云服务器提供商。最后，我们将介绍一家值得信赖的云服务器提供商 Rexmart， 祝您为您的业务选择最佳云服务器方案。云服务器的优点：弹性与可扩展性。云服务器允许您根据业务需求随时调整资源，如 CPU、内存和存储空间。这意味着您可以在业务增长时轻松扩展资源，而无需花费高昂的成本。高性能，云服务器通常运行在高性能硬件上，为您的应用程序和网站提供卓越的性能。数据安全与备份，云服务器提供商通常会提供定期的数据备份和恢复服务，确保您的数据安全。此外，云服务器还可以采用多重安全防护措施，降低数据泄露和黑客攻击的风险。成本效益，与传统的物理服务器相比，云服务器通常具有更低的总体拥有成本，因为您只需为实际使用的资源付费。如何选择合适的云服务器提供商？服务质量，选择云服务器提供商时，要关注其服务质量，包括性能、可靠性和技术支持。价格，在选择云服务器提供商时，要权衡价格与服务质量之间的关系，确保您的投资物有所值。安全性，确保所选的云服务器提供商采取了足够的安全措施，如安全防火墙、SSL 证书和定期备份等，以保护您的数据和服务器安全。客户评价，在选择云服务器提供商时，查看其他客户的评价和反馈，以评估其服务质量和信誉。Rexmart， 值得信赖的云服务器提供商。正如本文标题所示，选择一个可靠的云服务器提供商对于实现弹性和可扩展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Rexmart 拥有丰富的云服务器服务经验，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性能、可靠且价格合理的云服务器解决方案。通过提供卓越的技术支持， Rexmart 确保您的业务始终保持稳定运行。Rexmart 提供多种云服务器套餐，以满足不同规模和需求的业务。无论您是初创企业还是大型企业， Rexmart 都能为您提供合适的云服务器方案。此外， Rexmart 的云服务器服务具有高度的可扩展性，允许您根据业务发展灵活调整资源。为确保数据和服务器安全， Rexmart 采取了严格的安全措施，如安全防火墙、SSL 证书和定期备份等。您可以访问 Rexmart 的官方网站 https://www.rexmart.com 了解更多关于他们提供的云服务器方案和其他相关服务的详细信息。选择 Rexmart 作为您的云服务器提供商，为您的业务提供弹性与可扩展的解决方案。